竹科六大基地包括新竹、竹南、龙潭、新竹生医、铜锣及宜兰园区。2020年竹科年产值已经突破1兆元大关，从业人员超过152000人。竹科40周年之际，我们邀请在不同时间进入竹科工作的产业人物，请他们为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。哦，这么久了啊，40年了啊，竹科40年，生日快乐。胡先生的背景，他原来是从交大半导体研究所，所以当他开始接了基地电路引进计划的时候，他当然有很重要的一个使命感啊，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找到人才嘛，等于说这个核心的领导就是他。那他背后的支柱当然就是潘文彦先生，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慢慢就培养说，哦，这些人都是一群可以做事的人。然后呢，要先事先要训练一下，可是那时候训练的教材也很少，所以我跟杨丁远算是说，哎，我们就自己把知道的一点写一点，怎么样子让他们在去美国 RCA 之前呢，对真正的状况有一点点了解。我的印象里面就是这里都是种的是甘蔗，榨糖的甘蔗或者是地瓜。民国70年的时候，我有到园区来试着找工作，当时退伍的时候，其实当时的园区很简单，就是现在的展业一路二路大概那一带，东旭啊、台阳啊、福禄水稻啊，那就是几家公司。我中美基金也在那个时候，那个时候是台湾开始蓄势待发的时候，所以台积电在那个时候60年的 spin off。这样一眨眼40年，67年、68年到69年底，华硕来科线器哈，投第一张报单，叫做联华电子。我是1980年拿到博士学位，那一年就是园区成立、啊、所以我都一直记得啦、哦、我都一直记得说哦，198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候，很重要的一个拿到学位，然后我拿到博士学位，然后园区成立的。我原来不知道我哥哥，我知道我哥哥电子所，但是我到了那个地方说，哎呀，你跟你哥哥长得好像。我说你怎么认识我哥哥？你哥哥原来就在史物馆，我哥哥是那边的工程师，也去过 RCA， 跟曾凡成啊，跟他们这一他老板是华邦的那个张金居。潘文彦基金会是奖励年轻人勇于尝试开创新产业的基金会。潘文彦组合是唇齿相依，也就是说我们共同负责的是 R&D 方面，就是研发方面，而组合它比较偏向于 production， 就生产方面。那一定要有生产才有办法把技术带到市场，所以 R&D 跟 production 是要结合在一起，过去40年都是一直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。华州的司机哦，打开环境建造，光等我玩七条。在过去的13年，我们做了很多不放弃、挑战这个业界没有人想尝试的事情。过去30几年的这个半导体严谨的训练之下，所以我们如果应用到这个领域，如何建构一个安全安心的这个食物啊？然后你可以吃的话，就是它是一个美味便利。晶晶科技是一家领导嵌入式微处理器科技潮流的公司，我们希望成为全球高阶医材的很有名的公司，所以我们专攻呢，就是在通讯领域里面的一些 embedded 嵌入式的产品，把这些的
tremendous 的电晶体的 computation 的 power 释放出来的，你需要一个设计工具去 enable 这整个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软体公司，去把半导体的下一个黄金十年去把它真正的实际 implement 出来，我们是一个 enabler 的角色，一个非常致力于人力发展的，然后注重人才的一家公司。它是一个有温度的公司，希望这边工作有热气啦，然后有人文关怀啦。Twinnet是一家 IC 设计公司，集中于在做人机界面的这种晶片。台湾半导体研究中心的使命是支援学界，衔接业界，是个作为学界与业界的研究桥梁。业绩产学联盟协助业界培养高科技的工程人员，克服晶圆放电荒误的问题，提升公司的产品品质，具有国际级的竞争力。COVID-19 让大家突然看到台湾。这个是我做面板20年来感觉最荣耀的一次。我们现在做，我只要每出多出一片面板，我就多做一份功德，就让一个人不会失业，或者是让一个学生多学习的机会。台湾有很大的 advantage， 别人还在打仗，我们已经可以开始，你看看今天我们在这边都在工作，我们是可以正常的生活。对，就是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。我们半导体产业一年已经接近到快3兆的，光半导体的一个产业都接近到3兆。2030年，他们希望可以达到6兆。我们政府有很大的信心，希望能够让这个产业能够有2倍的增长。台湾有2个非常世界排名前面的产业，医疗。医疗，对啊，医疗就是说我们的医疗技术，两个加起来就会有第三个产业，传播全球，没有另外一个国家有同时这两条件类的。美国的压力真的很大，连我的下一代，就是我小孩，他都没办法了解，因为我是第一代移民，他不是。碰到这个疫情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压力是真的很大，失败跟挫折，还有未知，这个都是成长的养分。大学啊，我有时候那个我的学费啊，都还要去我妈去跟人家借钱。那时候电子所的挑战最大的 spin off 就是世界先进，带了好几百人走，然后这个所里面几乎精英尽失啊。我们早期的竞争对手，几乎每一个竞争对手的资本额都比我们大。Bay Area 的那个 startup 其实太过领先，我们的技术是市场需要的，是市场还没有那么快可以接受，差了那1-2年的 gap， 这个就是时间上面的问题。所以这也是对我来讲也算是一个很大的 lesson learned。做2030的技术策略蓝图，我请我们同仁自己做。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顾问，帮人家做策略蓝图，从来没有超过6个月。我们这个做了1年多，我这个过程，我相信那个团队所训练出来的思考，对我们研发应该走的方向，我真的是很有耐心，等了1年多。我培养了很多学生，他们也在各行各业，尤其是在竹科的产业界服务。电子所5年吧，是我在人生中在各个工作里面最 pleasant 的一个工作，开心，最开心的一个工作。以一个董事长的身份，然后去拿街头艺人的认证。对，我年轻的时候做过的最疯狂还是最棒的事，就是我到美国去教书，年薪将近300万，换到高雄上班，一个月薪水不到6万块，就3个月，白日之内结婚，问我怎么办？白日就不是白日结婚，很多，但是
你要知道吗？这些疯狂事我根本不能讲。放弃科学研究高薪的工作机会，经理职务，回来交通大学，从最低阶的助理教授开始干起。我最疯狂的事情是有延续性的，选择念博士班，然后念完博士班，选择把研究的成果要把它变成创业的题材，号召了一群人一起揪营，然后才促成今天经验科技这样的一个规模。胡定华先生呢、啊，这个史清泰先生呢、啊，杨定远先生呢、啊，他们其实都蛮开明的。念完那个 MBA 哈、啊，还被提拔为那个企划组组长。我觉得产业界、工学会还有你的公司的大佬等等，这对我的支持。另外一方面，真的也要感谢我的主管，也就是说我们的政府、经济部、行政院啊，还有董事长，真的是感恩这些大佬啊，政府。还有我们同仁，还有我的家庭，还有媒体对我的这个包容。谢明志，老先生，你看他在做事情的一些方法哦，他比较会去提醒，而且他比较有霸道，很有担当，而且他愿意去面对。看到事情的话哦，他会跟你分析，会跟你做要求，那最后面会再来跟你分享。再怎么枯燥乏味的，加入你的自己的元素，你要想它活起来，那个元素它就是有趣的。工作有点辛苦，可是未来很远大。我最在意的第一个是人格，我觉得人要有品格，要诚信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在这个之外，就是看这个人有没有创新的人，有没有主动。面谈怎么看创新、主动、积极？这就是在谈话中间，你就要抓出他的蜘蛛马迹出来。各系所毕业的，然后有活力的、肯接受培养的年轻人家，他的工作态度和终身学习的精神，要有热情，以及碰到困难不会退缩的人。有能力没有人品，那是最糟糕的。品德之外呢，最重要的还是品德。Cadence 很注重个人的就是创意跟创新，然后你的影响力跟你怎么样去把你的创意去执行。先了解自己喜欢什么，你先要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，最好不要一个人单打独斗，能够有个团队，比如说很好很要好的朋友，你们可以在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就互相的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，然后朝着那个方向走。原来老板要听的是好跟不好，先讲好跟不好，其实不是你要讲什么，是听的人你希望他听什么，因为听的人才是最重要的，讲你能够听得懂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要勇于做梦，勤于追梦，过一个精彩的人生，到我这年纪的时候可以回味无穷。要有理想，要有梦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能够把握机会，第三个是要有新创，要有创新的这种思维，那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。你应该想说你今天公司可以帮公司你的团队带来什么样的贡献，坚持不要放弃，另外一个就是不要怕失败，这样你对未知就不会有恐惧。那第三个，对你所选择的目标要有热情，做自己的事情要把它做通、做好、做专。除了学业上该有的本职学能学习完之外，我想最重要的是国际观。记者说：“哦，是要演讲或怎么样？”我这里讲你去了，就是遇见你去了，哪个又并不知道推来推去。对，不要推，不要推，那是机会。你选择走的路没有必要跟天下所有人都一样，诚实是最好的政策。希望往什么方向走，大三到大四呢，先做出初步的决定。听了我们的介绍，相信你一定对产业有了初步的认识，未来我们还将把产业人物的武功秘籍分享在产业人物哇 people 的 YouTube 频道上，产业欢迎你的加入，追梦，圆梦。
大展身手。请记得锁定产业人物哇 People 的 YouTube 频道，欢迎你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和我们一起为产业加油。